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08年12月19号，台北站，9:02。9:02所拍摄的是看我新荣的2163-93，香港新荣的 EL7382737阿福号天的。来21634九三线开往新营的1738-7377阿法圈的在台北站停靠了，谢谢各位观看，然后就那样了。来，那一班区间快车尾校圈快车开往基隆，然后用834-833尾校号圈的，一个是738，一个737啊，一个是834和833的，那个是2163开往新营，九三开往新营，然后这班是2008次。开往基隆的区间快，经过海线开往基隆区间快，一个是三线，一个是海线，在台北站相会，2063跟2008。好，听到，赶快各自再见。